还是雪狼猫新六加九，我是月桃。大家喜欢主播给我点一下，主播通知可以勾一下，没事，都一样。然后喜欢主播的话，手机用户左上方有个圆形，关注可以点一下。电脑用户是右下角，主播通知可以勾一下，主播通知视频右下角，然后关注麦序主播。大家想当主播抢个连线麦上黄吗？嗯呐，又是我了，嗯啊，嗯，哟，看到我在边上看，砰一声，没事没事。然后大家第一次见了进来九二的话，这边正方这边有一个。九二场控，不要连线麦上黄马或者在线管理都可以，我先跳舞了啊，爱你们，思密达，嗯呐。主播和点下主动去啊，手机用户是左上方啊，对，左上方有个圆形的关注，可以帮我点个关注好不好？然后电脑用户是这边有个
直播室通知我可以勾一下，谢谢大家。歌名给我什么歌名？大家想要当九号场跟我联系一下，那是要黄码啊！啊，你们实力大，我是一个跳古典跳现代舞蹈主播，大家喜欢可以关注一下。点关注不迷路。哪首歌？什么歌名？刚那首歌吗？跳舞的歌还是说话的歌？你没有说的来句歌给我，我不知道你说啥歌呀，老铁。我们去跳舞了啊！喜欢我的你就不通知的，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爱我的？有。有没有深爱我的？有。没有毛病，你有暗恋我的？你有人不说暗话，你有人不说暗话，有没有暗恋我的？没有吗？没有，等我扎好马尾，我再重新来一次，重新问一次。等我跳完一个舞蹈，我再问一次，我再重新问一次。有没有喜欢我的？有。有没有爱我的？有。有没有暗恋我的？有。有没有顶我成功制的？有啊，那就点吧。呀，讨厌。好了，我们跳舞了。说没有的，放学后等我。说没有的，放学后等我。咱有事聊一聊。放学后等我，有事找你聊一聊。Hello Venus, Hello Venus, Hello Venus, Brave a sound, drop that sh. Hello Venus, Hello Venus, Hello Venus. 난 예술이야.
下课哦。拉链开了，真的吗？你别吓我，我都还没吃夜宵呢，怎么可能会开了？等一下我摸一摸，没有开啊，瞅一瞅。那边调戏我，调戏我，跟你说调戏我一会冷场的，最好别调戏我。不过我还是信了一下，看了一下，好丢人，不闹了。老铁看了更不能说，就是你要说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子不地道的，你这样子他们就给盯那里看了，懂了吗？不过谢谢你的关心。好了，欢迎大家走进九二，谢谢小，我是幼桃。大家喜欢主播可以点下直播通知，手机或者左上方有个圆形关注点一下。电脑用户有右下角直播通知可以勾一下。你裤子有拉链呢？这可是牛仔，没有拉链怎么穿上去啊？你真当我那么瘦呢？真当我那么瘦不用拉链呢？老铁，然后大家喜欢我，不要忘了关注一下麦上主播，谢谢。好了，大家想当九号场控也别忘了一起拉上黄马。我是一个跳古典特色舞蹈主播，大家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。我现在是一脸热，最后跳一个，跳一首先的，跳一首抒情舞蹈吧。最后跳一首抒情舞蹈送给大家，跳一首洋葱。直播通知就往上走一走，好棒哦！然后大家不要走开，更多精彩节目都在九二七秀，下个麦秀主播已经到了，爱你们，思密达。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，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的守护着你，沉默的等奇迹，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，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，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的看着你，偷偷的隐藏着自己，像一颗洋葱，永远是被叫醒。